欢喜啦，讲真的，开心啊，阿爸也开心，然后哥哥先生也开心。是杠杆，对，然后邀请那个避孕堂的师兄师姐去来这里参与，对，然后他说，他跟我们讲说，如果你不相信，你就先来一趟进香，然后再来决定要不要来嘛。那我们也上个月我们有来，有车子有来，然后才决定说好，那来。他来，因为他今生是这不方便啊，所以后面有两个女儿带了两部车在外面绕。对啊，他也很欢喜啊，讲真的。嗯。对啊。很开心哦。对啊，开心啊，阿爸也开心，然后整个精神也开心。谢谢你的祝福。对，对啊。超级会